那来乡因为有天然的水利设施，佮遮丰富的桑拿环境，地方公所这几年正努力营造生态，推展观光。最近也是佮大家分享当地水利文化的陈列馆，以及美丽的鹿谷上步道。这古今的三千路也种了一二十栋的鹿干熊。乡长张伟清最近也动员公所的人员来整修。现在民众经过这条路，已经会当看到罗汉熊上盖水的形态，甲大家见面了。婚姻馆拿来乡镇中村这200多丛的路树，最近公所是特别进行修整。乡长张伟清指出，这树啊是经过景观树栽罗汉熊，过去无人管理，实在真可惜。都向公所人员做伙动脑筋来整理环境。阮伫今年度开始吼，阮从边下坡又把它打掉，然后用那个砖块把它。好，那这个砖块算是一个废物利用了哈。原本我们火车站这边好那些瓷砖那个地砖，啊，我给铁了家哈，啊，就刚好把树木围起来，然后又故宫哈，恰师傅的对哈，从这这里碎的老树，这罗汉熊，这种属于的对一个庭园造景的一个珍贵的树木，好，我那个叫故宫把它叫来整理。那来向这条三车路，那有这么侪珍贵罗汉熊，原来是美丽创哦。原本是要种个地方关系玉兰花，所以树栽无够，后来改种当时较无流行的罗汉熊。这几年流行走紧，和罗汉熊的技巧不断升高。那来向这树围拢超过100公分是真有价值。现在公司也拍算将这营造成观光景点。要整个包含我们落羽松，包含我们一个三道水门哈，站在堤防上面哈，看到那么漂亮的一个山势哈，三线是不同样的山景哈，我们好好做一个连接了哈，让林内乡变成一个哈，可以一个慢活啊，一个生活机能，然后一个生态文化。啊，一个很棒的一个乡镇。那来乡长张伟清指出，树龄超过25年的罗汉熊可能不是真特别，但是用罗汉熊做路树的道路可能真罕见。这条路可能到目前我们手边的所得到的资料哈，全台可能唯一的哈，唯一用罗汉熊做路树的哈，可能在我们这条哈，好增产路与这个三星的路上。觉得还来这，因为这些树林哈，有的是超过25年的。动员公所人员发挥创意，用上少的资源来整理路树。那来乡长张伟清得到乡亲热烈支持，伊表示，今只树啊被偷哦，公所也计划加装监视器，帮树啊做生存记录，以及开放民众利用，希望大家做回收好美好环境。记者陈差不多。